陈氏太极剑是在陈氏太极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器械套路，也是陈家沟流传最古老的器械套路之一。此套太极剑系陈氏太极剑传统老架，套路布局合理，衔接紧凑，动作刚柔相济，舒展大方，灵活多变，具有典型的陈氏太极拳风格特点，主要以劈、刺、撩、点、挂、抹、结、架、推、挂、扫等剑法，并结合陈氏太极拳舒展大方的身法、灵活稳健的步伐、忽刚忽柔、忽隐忽现、粘连连随、腾闪折空的变化，其运动特点是刚柔相济，以身运剑，连绵不断，缠绕回旋，续发相变，快慢相间等，真正体现出陈氏太极剑剑如飞凤，又似游龙，如行云流水，连绵不断的气势。